Yo, what's up? 欢迎收看《美其林十里》，我是美其林特派员尚华。哇，在最近啊，是不是出去外面的时候都看到外面有好多的耶诞灯饰？而且呢，天气有点冷，但是心里有点暖，就知道圣诞节又要来啦。就说到圣诞节，大家都想要怎么过呢？我先说一下我自己的，我特别喜欢那种找一个灯光美、气氛佳，特别还有那种很好吃的耶诞大餐，是那种高级的牛排，坐下来跟自己心爱的人一起吃一顿大餐，想想都觉得很浪漫呢。所以呢，今天我们也特别来到了中山区，来到这边的一个美其林餐厅，来街访一下大家都是想要怎么过圣诞节的呢？那么在刚开始收看我们的频道之前，不要忘记先订阅台湾 US Map。来到的是欧华饭店的地中海牛排馆，在我身边的就是行政总主厨郭主厨。大家好，大家好。哇，郭主厨，你知道吗？其实我已经久闻你们餐厅大名了，一直很想来哎。那你们餐厅呢？你觉得就是最有特色、最值得跟大家推荐的是哪一道料理 ？OK， 我们最值得推荐是美国的 Prime 等级的热眼牛排，有经过熟成哦。美国有不同的产地，然后我们熟成的时间也会不一样。那这就是靠主厨的经验，它的肉质啊，然后香气还有嫩度都会变得不一样，就会跟外面的牛排吃起来口感都会不同。是，而且郭主厨刚刚有讲到，我们这边是湿式熟成，牛肉屠宰分切以后，它会用真空包包起来，所以它在真空的状态下，就是靠着本身牛肉的酵素去作用，这叫湿式熟成。圣诞节快到了，所以也很好奇，在我们的地中海牛排馆，有没有特别推出什么不一样的耶诞节大餐？我们会有做一些让客人可以在这个特别节日可以加价去购买其他的一些不同的产品，这样。今年圣诞节应该都已经订差不多了吧？哎，差不多都满了。那如果我要来？没问题，我帮你安排。是吗？没问题。那郭主厨，我想问一下，你今年要跟谁一起过圣诞？跟我们这些师傅们一起过圣诞。啊，听说你们是这边的常客，到底来的频率大概有到多长？差不多一个月两次吧。哦，真的、啊？真的。以这一区来讲的话，如果讲到乐野牛排这边，会是首选，都很好吃，而且都很适合老人小孩的牙口。圣诞节快到了，我也想要问一下，有没有想说要怎么过圣诞？圣诞节我们已经有先预约好在这边用餐这样子，因为他这边的用餐氛围其实都还不错这样子。那有来这边约会吗？已经过了约会的年纪了，如果有的话，我愿意。还是来这边认识新的对象。怎么不讲话？怕老公会看。这对帅哥美女穿得那么的正式，想必是专程来约会的吧？我们是在网络上交友软体认识的，然后今天是我们第一次见面。你们两个第一次见面，就刚好被我给遇到了。对，哇塞，太巧了。我问一下，这间餐厅是谁选的？这间餐厅是这位先生。网络上面评价都还不错。对。然后想说，要给女生一个好印象，最好的第一印象。你觉得他选餐厅的品味跟选牛排的品味如何？100。所以我觉得超加分的。真的吗？马上就中了吗？对。哇，好吃吗？感觉如何？好吃，我觉得整体的氛围一踏进的感觉就好棒，很浪漫，很浪漫。对。最喜欢哪一道？我觉得美国热眼一咬下去是非常幸福的感觉，跟看到它哪个比较幸福？都很幸福。今年的圣诞节有想说要怎么过吗？那你想找谁一起？如果愿意的话。这样，那我吗？你愿意吗？没问题。真的吗？对。哇塞！因为当时看到第一眼的感觉还蛮棒的。我们今天亲眼见证了一对网络交友成功的案例耶。啊，好啦，就不打扰你们二位约会了，好好的赶快再吃一下美国牛，然后享受一下这边的浪漫氛围咯。我们来到的呢是雅里士牛排，这里呢基本上也是啊台北老饕都知道的一个老牌牛排馆哦。在我身边的是我们的阿兵师傅。你好，大家好。来到雅里士牛排呢，这个有没有一些大的特点，一定是我们一定要知道的？第一个是我们老板哦，花了3000多万，然后装潢了我们的音响，应该整间店的设备，装音响的设备有3000多万这样。对。哇，那这个是坐在这边听音乐，不就感觉很震撼？对，因为老板应该希望我们来用餐的客人都可以好好体验一下音响的感受这样子。哇，
就是要色香味，而且听觉所有的五感都是非常完美的享受。然后我们用的都是美国特选的牛肉，美国牛相对的比较稳定，比较软嫩，比较鲜甜。你们这家店的历史大概多久啦？差不多50年了。50年？哎，那你们这边有没有大咖明星，也就是你们的常客会有来过？好像有遇过王世贤跟陈美凤。真的哦，世贤哥跟美凤姐也有来这边用餐过。对对对，真的吃很多年了。只要我想吃牛排，我都跟老婆说，哎，我来亚里斯这边吃，因为我觉得这边就是，哎，除了有一个价值3000万的音响设备之外，再加上我觉得它的价格。评价又好吃，那带着小宝宝一起来吃。对，没错。啾啾。刚刚先生说你们是从约会的时期就来了，你自己还印象深刻，是第一次来的时候是想要带我浪漫一下这样，对，所以就来这个地方，然后就是灯光美气氛佳，因为本来就很喜欢这种 old school 的感觉。啾啾，还不能吃牛肉，对不对？对呀，现在只能喝奶奶。今天呢，为什么会来这边吃饭？因为今天是我生日啊！今天是你生日，特别来庆生吗？算是简单吃个饭聚餐这样。那你今天点的是哪个部位呢？我今天吃菲力。那你觉得口感怎么样？我是点6分熟，所以它的那个表皮还是有点焦脆焦脆，但里面的肉就是是嫩的，然后还是有汁水这样子，就是好吃。哇，相信你已经过了一个非常幸福的生日，要再次祝你生日快乐！谢谢。今天怎么会来这里吃饭呢？我今天是来约会的。哇，很浪漫的感觉。那约会来吃牛排的餐厅是谁选的？很有品味哈，因为就是说难得想要有高档一点的，然后就有情调，我们要有一种仪式感。那你今天点的这个是什么的美国牛呢？是美国角尖，它是算菲力的一种，瘦肉会比较多，所以我就选这个。我刚吃，我是觉得入口即化。圣诞节快到了，有想好圣诞节要怎么过吗？圣诞节可能就是在另外找一家也是米其林的牛排，因为我们真的很想要类似像是地图打勾勾这样子去寻宝。圣诞节如果可以，圣诞老公给你一个心愿，就是可以让你跟任何一个帅气的男明星吃饭，你会想要跟谁？可以选许光汉吗？既然圣诞节快到，你有没有准备什么圣诞礼物要送给女朋友？有啊，你要跟他去买，不能告诉他。我们不可以破梗啊！好，镜头前面不破梗。刚刚女朋友说，她如果有机会的话，她想跟许光汉吃饭。好啊。那如果是你有机会的话，就是所有的女明星，你想要跟谁吃饭？当然是你啊。我吗？对啊，是你。真的吗？为何？女神欸。真的吗？真的。那我跟她，你选谁？我移心别恋了，对不起。我今天，拜拜。太可爱了。好了好了，就不打扰你们用餐，谢谢谢谢。是台北一家超级无敌有名的火锅店交心苑，在我身边的呢是小红。哎，你好。因为我本身呢是不太吃辣的啦，我会比较推荐的话就是我们的鸭血的部分，我们就是做一半辣一半不辣，让不吃辣的人呢都可以来享用我们的火锅汤头这样子。主要是我们的食材的部分都选用天然，每天现熬啦，所以我们的选择就比较少一些。个人会比较推荐的话是我们的板腱，还有我们的牛小排。那牛小排的话，油花分布比较均匀，吃起来比较顺口。板腱的话，它就是比较有嚼劲，中间有带一条筋。比较喜欢吃有肉感的人来说的话，是比较大力推荐。啊，圣诞节快到啦，你们有没有一些特别的优惠或活动呢？我们会将圣诞节的气息带到我们店里啊，可能会有一些圣诞老人啊、小姐姐啊，或是小精灵都会有。哎，那会有什么帅气小哥哥、漂亮小姐姐的在桌边帮忙服务吗？当然啦，那是一定要的。你自己本人会吗？我当天应该是请假了。不过啦，真的啦，圣诞节就是要一群朋友嘛，大家一起到这种很 happy 可以一起欢乐聚餐的餐厅，然后交换礼物，感觉就最适合了。啊、是的。哇哦，太好了！那我们待会呢，就好好来试试看交心苑的食材到底厉不厉害。那你特别喜欢吃什么？我觉得他们美国牛肉都很不错，就是还蛮好吃的，品质都很好，然后也很软嫩这样子，汤头也很好啊，然后他们的酱料调酱的东西都很天然原食材，让大家可以去自由调配。这里的牛肉就是品质还蛮好的，然后因为它大部分上来的状态都蛮好，像我们有选牛五花，然后有美国的黑牛的牛肉，牛小排都有。以前小孩子小的时候送过什么样的圣诞礼物？
小朋友小的时候就会请他去准备一个小的圣诞树，让他吊袜子，然后可能里面放一些他喜欢的东西，像现在有可能会准备什么手机吊饰啊，他喜欢的小玩具啊等等的这样子。今天怎么会想要来这边吃饭？没有，就前几天比较冷，就突然很想吃火锅这样。来，给大家专业了，他有加青花椒必点。哦，这个青花椒你觉得怎么样？加到那个麻辣锅里头？我觉得他就是，其实他不只加到麻辣锅里头，他就是他自己那个油，对，直接你沾肉，对，也是完美。我觉得这边的东西真的非常的好吃。哦，你最喜欢哪一样？我最喜欢美国安格斯黑牛，那吃起来非常的有嚼劲。圣诞节快到了，你有没有特别的圣诞计划呢？可能会去台北的信义区。好，那如果可以让你许愿一下，就是这个耶诞节，因为现在还没有女朋友嘛，你可以就是选一个女明星跟你一起共度，你会想要选谁？选蔡尚华吧。好，那我问你，如果是我郭雪芙跟宋芸桦还有王静，再给你选一次，郭雪芙。好，谢谢。今天呢，我们又是来一趟美其林巡礼哦。那美其林 DPP 顾名思义呢，就是美牛界的米其林，所以我们要来考验一下我们的现场的美女。待会呢，我们这边有一个幸运转盘，只要呢转到有 DPP 字样的话呢，就可以得到我们要送给你的一份美国菲瑞牛肉，而且会帮你宅配到府。然后呢，这边呢有个超级大奖哦，这一小格你可以拿到地中海餐厅的餐券，但是其他的呢，可能就是要完成一些小任务啦。哦，还有小任务啊？对，所以呢，准备好了吗？测试一下手气，三二一。哦，有没有？这是吗？哇塞，还是差了一点。第一位就抽到了地中海餐厅的餐券，妈呀，太强了吧！你这太强运了吧！你真的很强运哎，这个这么小哎，真的吓到我了。你现在心情怎么样？觉得很不可思议，居然会自己转到这个。三二一，哦，这是拿到我们的美国菲瑞牛肉，哎，很好哎，可以带回家啊！找刚刚那个男生，看他会不会煎牛排，应该会啦。对，他也属于蛮厉害的。对，在家也可以试试看喽。OK， 三二一，哦，好紧张，好紧张，小心会抽到什么？有一些小任务，可能是要跟我一起完成一些小任务。哦，真的吗？哦，你抽到了，就是有 DPP 字样的。美牛占比要 70% 以上，还有牛肉的品项要5种以上，这也就是呢要符合我们美其林评选餐厅里头的一个重要的指标。平常抽奖都抽不到那么好的东西，所以还蛮开心的。对，就是我们送你的一份生日礼物啦，是我们的小小心意。谢谢，祝你生日快乐啦！谢谢。很紧张，很紧张，到底会拿到美国牛肉，还是会拿到餐券呢？请清唱一段哪首歌？哇，你抽到了我们的挑战。It was all yellow， 可以吧？可以啊！三二一，来，我看一下，看一下，哇，好紧张，请对着镜头告白。谢谢，有好机会啊！你这样跟我告白，你跟着镜头这样子在大家面前告白，我会被封杀哎！你没有拿到美牛哎，没关系，真的吗？真的没关系。好啦，我也 love you。Love you 看完今天的影片，是不是流口水啦？这三家餐厅你最喜欢哪一家呢？你想好今年圣诞节要怎么过了吗？我帮你想好了。赶快在我们的影片下面留言，因为这样你就有机会可以获得中山区美其林餐厅的餐券，就可以找朋友好好一起大吃一顿，享受美国牛，一起过圣诞喽。当然想要了解更多美其林的相关资讯呢，欢迎到我们的 FB 美国牛肉原味享受，还有我们的 IG USBGO， 一起赶快加入了解更多的相关的内容。那美其林特派员今天我们又成功啦，也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圣诞节快乐。